半夜时常睡中惊醒，全是这病惹的祸。有位病患就一个人，礼拜就一两次就会突然惊醒过来。可是再来看我之前，他已经看了3个医生，我就建议说背一下这个叫做24小时的心脏记录器。结果真的有发现，一个箭头就是一个心跳，半夜3点多的时候突然连2下咚咚啊，最厉害是在正常跳动的时候突然来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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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后就突然停下来，这就是心律不整。 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